怎么了？就在下班了。哎，下班了。我这几天想回一趟娘家。咱结婚这还不到一个月呢，你就要回娘家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不是刚结完婚，还不是很习惯吗？我想我妈了，我想回去看看她，毕竟那是我待了20多年的地方。 行吧，你大老远嫁到这儿，一个人。行，那你先饿了吧，我给你做饭去。那行，小七，你去吧，辛苦你了。小七，兔子，你还没去上班呢。我这有忙要去。我今天就回娘家了。那行，你回去吧，回去我去上班吧。要不？ 你给我点钱吧，我回去给妈买2个衣服。买衣服？买什么衣服啊？你回去看看，买点什么其他的不行啊？非买衣服？哎呀，我就给我妈买2个衣服，你就给我拿点钱呗。哎呀，小七，你说，咱这刚结婚，那房贷还一直还着呢，我这个月工资不都还房贷了吗？ 哪还有闲钱啊？这买2件衣服也花不了多少钱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上班了。柱子，你说说你，我就给我妈买上衣服，而且也是第一次回家，我给她买的衣服，你怎么不给我钱呢？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小气了？结婚之前你可不是这样的。这样吧，你也别给爸买衣服了，在家里。 不是有上次咱去出去玩的时候，弄了那个青菜吗？那青菜可好了，这样我放袋子里，你给爸妈拿回去，行吧？什么青菜？那都放多久了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小七，我都给你装好了，你到时候啊直接给爸给妈拿回去就行了。你说说你。 拿这么多久的青菜了，你给他？你好意思拿出手吗？小七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话？你别说了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，我上班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先给我点钱再走啊！你说说，才刚结婚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你气死我了！哎，怎么那么多钱啊？ 小七啊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在锅里了。我刚才吃过了，我现在上班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看看你那样，看见你就烦，你赶紧去吧，去上班去。哎，丽丽给我打电话了。喂，丽丽，逛街啊，逛街，我没有钱啊。 你看看，我那老公一个月也就挣那2000块钱，够干嘛的呀？我还是不去了。什么？你老公又给你买了一个包啊？还1万块钱呢？那么贵啊？真的好羡慕你，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。 还买一个那么好的包，给你买的都是名牌吧？我，
你就别提了。我那老公啊，就是一个窝囊废。你看看他，每天就挣那一点钱，还那么多事。行了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他了，说他了我就来气。好了，那改天我们再逛吧。行，那我先挂了。好，那好，行了，那我先挂了。看看我这嫁了什么老公啊！小七没在家吗？小七，家里怎么没人呀？去哪玩了？哎，小七啊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你不上班了吗？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？嗯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什么事？你还能有什么事？说吧。嗯，我失业了，现在。什么？你失业了？你看看你，一个月也就那点工资，你现在失业了？你说说，我们吃什么呀？喝什么呀？你别急啊，我明天啊就去再找工作，你放心。找工作？找什么工作啊？像你那样，能有什么好工作给你？你个窝囊废！那我就跟你离婚。我不想在这儿给你待了，我也不想跟你受苦。小七啊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跟我离婚呢？怎么，我还不能跟你离婚了？你看看你，就是一个穷光蛋，又挣不到钱，就是一个废物，我还跟着你干嘛呀？我要去找一个有钱的。那行吧，既然你都这样想了，那我把车子啊都给你吧，还有钱也都给你。你说说你，还待在这里干嘛？这离婚协议也签了，这现在是我的家，你呀赶紧走吧。小七啊，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！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现在都是一个无业游民了，你还有什么事跟我说啊？赶紧说。好，我让你看看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啊，我买的彩票。中了2000万。时间终不会停的。什么？你中了2000万？这是真的吗？本来啊，我是想告诉你的，没想到你竟然想给我离婚。现在我把房子留给你啊，也算够仁义了。阿飞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瞎说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瞎说，现在后悔不晚了吗？怪我一时糊涂，他以前对我是多好，我竟然这样对他。小七，饭做好了啊。做饭？你做了什么饭？我做的你最爱吃的土豆丝。土豆丝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吃土豆丝了？我要吃肉，吃肉，听见了没有？这现在都做好了，要不明天再做肉？不行，我现在就想吃肉，你给我重做，我想吃肉，快点，在这弄着干嘛呢？现在都过到饭点了，再买都很晚了。很晚就很晚，反正今天我要吃肉。要不明天再吃吧。反正今天我就要吃肉，你呀别那么多废话了。你看看你，成天就知道在那个厨房转来转去，你有什么出息啊？要你有什么用？你做个饭也做不好。不是你不会做饭吗？看，我再不做，咱们怎么吃饭啊？你说说你，说你两句你还上脸了是不是？叫你做个饭那么多废话。昨天我跟阿豪他老婆吵架，阿豪。他都帮着他老婆，你呢？你是在后面拉我，拖我的后腿。昨天呢，咱们不是不占理吗？
我们要跟人家讲道理啊。讲道理？讲什么道理啊？就你这点别，你还跟人家去讲道理啊？反正我是受够了，看看你这没出息一样，成天在家就是气我。行了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这么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就离婚，你不怕别人笑话吗？这是小事吗？你看看你那窝囊样，要你干嘛呢？离婚，你赶紧滚，别待在这个家了，赶紧滚呀！你怎么又抽烟啊？成天就知道抽烟，熏死了。老子吃块烟你也管？那臭婆娘那么多事啊！老子从小就抽烟，抽几十年了。抽着烟，玩着手机，抽烟还费钱呢，对身体也不好。你啊，还是戒了吧。老子玩个手机你也管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啊？啊，当初啊求着我，让我来你家跟你结婚，现在跟你结婚了，你还管这管那的，给我做饭去，只能带着我爱我的眼。那你看看你，也不知道出去找份工作，上上班挣点钱，就知道在家玩手机，抽烟。那当初啊，你让我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你说。不让我工作，你养着我，是不是你说的？要不然我给你黄脸婆结婚？你瞅你长那个样，钱都跟你花光了。现在你也该出去找个工作上班了，挣点钱吧，别整天游手好闲了。老子要是自己能挣钱，我会娶你，我会跟你结婚。别那么多废话，我做饭去。这几点了？你看几点了？要我去做饭？我都没做过饭，我不会做饭啊。没做过饭啊？没做过饭我买饭去，指望老子给你做啊。还买饭？买什么饭？现在都没钱了，钱都被你花光了，哪还有钱？你别那么多废话，你不买饭啊，你把我饿着啊，我跟你离婚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还敢跟我离婚？你个臭婆娘，你说谁废物呢？你说谁废物呢？啊，你是说谁废物呢？你个废物，臭婆娘还敢说我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废物。臭婆娘，当初你求着老子跟你结婚，现在嫌弃我好吃懒做了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拿钱，老子出去打牌，拿钱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家里没钱了，都被你花光了，哪还有钱？没钱是吧？你个臭婆娘，没钱还骗我，说养着我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啊？你看你成天打牌，这不被你花光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？嫌老子打牌是吧？行行哈，嫌弃老子。臭婆娘，我跟你说，没钱，没钱离婚，离婚就离婚。我当初是瞎了眼，怎么看兔子这样的好吃懒做的人？你看之前阿飞他对我多好，我怎么跟他离婚了？希望的是值得。